哎、欸，消息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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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对。目前都还没看过本人，都还没碰到面。目前吗？是是是。觉得就是做一些平常我比较不会、比较少有的打扮嘛、啊，打扮对，然后造型也是。最近好像有一个新的发文说，决定好就不要后悔，是什么事情？各方面啊，对啊，因为，对啊，最近的就是事业什么东西的也会想比较多一些，对。所以现在状态都还好吗？现在 OK， 恢复的不错，蛮好的，蛮好。之前生日的时候就有传说小爱可能会回来啊，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吗？哎，消息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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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对，目前都还没看过本人，都还没碰到面。目前吗？是是是。那小孩会不会要见妈妈？现在好像就比较没有，比较还好哎，对啊，没错。反而会吵着要你陪。我吗？就是应该说我只要一有时间有空，假日或是我没工作的时候，我就会带他们往外跑，就会比较多的时间是会。怎么讲出游嘛，对，让我们比较怎么讲，就是比较可以出去踏青一下。像之前有新闻就是讲说你的工作很忙，可是小爱好像是相反，就是有讲说你好像反而事业更旺，有什么想法？也、欸、没有想太多，哎，对啊，就是没有去想到这边啊，对。这两个人还会留言？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因对啊，因为还是有小孩子，所以一定会。